我哋系东华三院卖锦唱纪念小学初级组合唱团。我哋嘅合唱团总共有54位来自2、3年级嘅同学。我哋嘅指挥系徐永明老师，伴奏系许俊一老师。我哋今日会为大家表演两首歌曲，分别是林玉玲在2019年写低的《让担心变少》，和白瑞亦词的《快乐真快乐》。晓林，你中唔中意翻学噶？当然中意啦，因为日日都可以快乐地同同学唱唱歌、拍拍手。但是我都有烦恼。咩话？你讲厕所有鬼？细声啲啊！老师嚟啦！